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欢迎各位莅临观看北京新民之声残疾人艺术团赴台湾专场文艺演出。在演出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晚会的各位贵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基隆市教育处陈素芬处长。欢迎。基隆市安乐区马福能区长。欢迎您的到来。基隆市秦章市议员。大家好。欢迎。基隆市警察局林圈芬分局长。欢迎。基隆社区大学杜忠环执行长。欢迎。 基隆社区大学蔡岳龙校长，欢迎您。还有基隆市中伦理李元廉里长，欢迎您。欢迎各位。接下来有请基隆市教育处陈素芬处长上台为大家致辞。有请。 我再这边先补充介绍，就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嘉宾，是我们基隆市，尤其是我们安乐区，我们教育小组的赵菊仁郑林清良郑议员。大家好。那首先开始，我先欢迎代表市长哈林佑章林市长来欢迎这个我们北京新民之声的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哈，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哈这个。 基隆市的安乐区中伦理这边哈，那跟我们社区大学能够进一步合作，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演出的一个机会哈。那市长非常关注，也非常关心，他本来想要亲自过来，而且要请示他嘛，因为下个下下周我们的议会就要开跑了，而且我们两位议员今天都在这里哈，所以我们非常的慎重哦，在希望把我们的事务做好哈。那就由小妹这边来代表出席，那也很感谢，好，很感谢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国台办的这个领导。 我们的高主任，好，高副主任，是，好，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哈，这个理事长，这个吕理事长，好，这个非常感谢哈，这是我们前面这一位哈，这个建议今天这样系这样一个团队运力过来，然后还有一位穆啊，这个我们艺术团的团长穆团长，谢谢穆团长，还有非常我们国北京过来这个团队这个伙伴，听说是30几位，各位30几位的团队。 而且前面有2场都是要收费，就是我们这一场是免费来服务我们社区居民，你们说棒不棒？太棒了，真的太棒，叫做感谢再感谢，好，真的是无法形容哈。那希望说借由这样今天这个艺术团的一个表演哦，那能够促进就是两个地方哦，很多的这些团队，不管是在学校，好，还是在我们艺术团体，还是在我们这些社区居民的，非常多的活动，能够未来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哈。 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教育的一环，所以教育一定会站在先锋。那我们希望说未来，除了北京有这个团过来之外，如果未来还有很愿意来我们这个些小地方，我们基隆市这个小地方服务的哈，这个小妹一定哈，一定是全力来把它做成，好不好？好。那在这个地方也感谢我们各位居民伙伴相挺哈，这个很难得欣赏的机会，而且这一场是免费的哈。今天我知道各位很多人5点多就在这边排位置哈，我都有看到哈，所以。 看到我们热情的这些居民哈，这个殷殷的盼望，这个这样一个艺术团的表演哈，我相信也会给我们这个艺术团有一个非常激昂的一个回馈，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也祝福今天这个演出能够顺利成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场的交流机会，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我要再分享，我是这个学校毕业长大的，可是我的学校校舍这个建筑物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们那个社区大学，各位你就知道我对这个学校有多大的情感，所以我们未来继续努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陈处长热情激昂的演讲，感谢您，谢谢。接下来有请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吕征宁理事长为大家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热情友好的基隆的
乡亲们、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怀着十分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来到了金龙市开展这个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么我们得益于北京市台办，特别是高主任热情的支持、鼎力的支持和关爱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心灵之声残疾艺术团这些残疾朋友们也能实现到台湾、到基隆来文化交流的梦想。改革开放使我们的这个残疾的视野带来了，给残疾视野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残疾人的参与意识增强，参与范围扩大，自身素质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今天晚上的演出就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咱们心灵之声残疾艺术团乃至大陆的残疾人朋友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能展现出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成果。那么也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俗话说同在蓝天下，两岸一家亲。我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基隆的人民，我们在座的各位的朋友，你们到北京去观光，我们将热情的去接待北京，欢迎你，谢谢大家。好，谢谢吕理事长，也请吕理事长稍微留步，我们接下来是个礼物的赠送环节。接下来我们掌声邀请基隆社区大学蔡月龙校长上台与理事长互赠礼物，有请。我们看到蔡校长送给李理事长的是一份印有基隆社区大学锦旗的一个纪念牌，谢谢。接下来李理事长将一个印有中国传统花脸脸谱的纪念品和印有中国残疾人标志的锦旗送给蔡校长，掌声祝贺。好，谢谢二位，请台下就坐。谢谢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隆重地邀请基隆市中伦里李元林里长以及北京市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穆建志团长上台进行礼物互赠环节，有请。好，我们合影留念。好，谢谢。刚刚李理事长介绍说呢，这个是纪念品，他会赠送每一个团员一份。在此也感谢李理事长，谢谢您。好，谢谢二位，请台下就坐。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请您欣赏，谢谢。